53，53，55个人哦。欢迎来到动物森友会。现在我们要走吊桥。水坑跳，就怎样会你太慢了，真的很可以，我要去朋友走走走跳，噔噔噔噔，我忘记动物森友会的配乐，忘记什么？动物森友会的配乐，我是动物森友会的人。多号？67米。奖金三二二二。等一下，小胡，能不能看着？三二。好。姐姐，你看以前的住宿舍来。四个人住一间啊，这是他们工作的宿舍。哎，老板，你看这个菇，蓝龟，这样。好，来，小时候家里都有。嗯。冬天的时候可以加温暖暖包吃。以前的暖暖包很大一个，对。然后还有那个冰箱。姐姐，这边是以前的餐厅。姐姐。来看以前的餐厅，以前的雨衣，你看，以前的电视哦，你看，以前的雨衣叫做蓑衣。然后呢，这是以前最新款的液晶电视哦，懂不懂？以前时代的。你看以前的电视是这样，有小门的，你看这有这个。下面才是以前的电视。以前的电视是有那个吗？那个什么窗帘的？而且它窗帘是跟电视合一体，但这是分开的。是。你看它的电视是另外一台。它不是原本那种组装的，不是以前。来，你看，这是以前的那个菜，以前的爸爸。你看，这是以前的 baby 椅子。哦。学会了，谢谢。姐姐，你看这台是什么？姐姐，这台是打字机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有个排列的。娘娘为什么要玩毛毛虫？哇，这真的要吃了吃了，它吃了。妈妈，我们刚才喂食它。那走了，不要玩毛毛虫了。紫藤花，紫藤花，这个都是紫藤花，哎，对啊，先是结果，你看它结那个豆豆果，然后豆豆果，你看，姐姐，你看它的那个果子像豆豆一样，像一个长豆，姐姐吃了，姐姐吃了。几秒的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
一，有它红色按掉了。它是弱气场。开始了吗？那个红色灯按掉了。妹妹后退一点，怎样在这颗上？不对，在这边的树树，在前面。我觉得是这颗呢。我觉得这一颗啊。在这颗啦。啊，你看这棵树长成这样子。这颗枫叶呢？哎，上面有鸟巢，快快！哎，对嘞，那时候想去打到。你要下去那就凉了，到树荫底下就可以了。树荫底下。不能去旁边吵啊，人家露营的那一块的。云下面这里，你的烟太阳就太热了。你看，这个很像龙猫的那个，噔噔噔噔噔，这里啊，这里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哦，搞龙猫，龙猫，突突突突突，我是那只小的龙猫，突突突猫，突突突突突突突猫，突突突突猫。最好要突突，对的。大胃王突突。黑猫。为什么会有猫咪？它是黑豹黑猫。妈妈的叫声好哀愁，她叫猫。爸爸，哎，爸爸要出来了。他怎么来这里呢？一定。
应该是，他应该是有人把它丢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这边。好，找一下。这个它会不会是小黑子啊？他从车上跑下来的、啊、小黑子啊。好，慢慢累就可以了，小过去。有点热了哈。那是小卷，对，它也会喵。它是小卷哎，它尾巴是卷的。哦，有这么卷，太有趣了。